你们将要干什么？金克拉是我们的妈妈，说不可以打架。非洲农业不发达，种田要用金克拉。金克拉好处都有啥？废料成了金克拉，一袋能顶两袋撒，两米一家三邻家，不留石油不会蒸发。世界废料都在涨价，为何不料好金克拉？非洲非洲